新闻头起先来关心，咱国内出现头一个囡仔感染到狗猪的案例，这是一个四岁囡仔，被厝内人喂到。疾管署表示，这个囡仔自从发病了后，就无过去幼儿园啊。评估这风险是较低，不过也是要注意，要做自我健康检测。这个国内头一个囡仔的交头个案，是住伫北部四岁查甫囡仔，目前伊是轻症住院，伊是去予住伫厝内的人喂到。这个查甫囡仔六月初一的暗时啊，刷咧出现发烧、目睭无爽快、脚手还佫昏酥、起水泡，因为这个症头一直无改善，到病院去予医生看，检查通报是确诊，因为是去予已经进前确诊的厝内的人喂到。所以嘛，加做加号感染。针对这个幼儿园当中，届时就是评估哈，有这个跟这一名确诊幼童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师生的部分呢，是都会建议采取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。疾管署表示讲，这个查甫囡仔发病了后，都无去伊读的幼儿园，目前疫调相关的接触者嘛无出现症头。卫生单位评估讲，这个传播风险真低。目前包含因做伙大厝内的人、幼儿园的同学，也阁有相关的工作人员，拢爱自我健康检查21天。第一个，他那个习惯不容易控制，然后第二个，他也很需要人家的帮忙嘛。不要说那个患者他有伤口流出来的汁液，或者说他可能口水唾液，那小朋友身上有伤口摸到，或者摸他的眼睛就感染了啦。所以说主要是因为大量触摸所造成的。专家认为讲，因为狗仔有可能透过生活用品擘大来去传染到，特别是幼儿园囡仔，因为经过因的佚佗面来消化，爱特别张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